去就一看的时候你就过去去一下很开心。我想给他看一下，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穿衣服，他没有哦，不是这是我。那我一开始跳舞的时候戴纱不？我戴着呢。我的意思，我为什么给他戴纱呢？就是因为你这张好看的脸也只能我看，他帮他跳才有意思。必须是在一个再早一点的时间，我一跳下来他就帮我带、啊、我说怎么了，我这样你是不是不高兴了？对、哎、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说我没事，我为什么好生气的？你穿这么好看、嗯、我喜欢来不及的、嗯、但是呢只能我一个人在开烟花的时候把它推下来。嗯，那也很好，想法不错。我好了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位置不对，没压住呢，搞错了，再来。二一，开始跳起来。